好，诸位知士，诸位居士，今天是金刚般若写禅这个课程的圆满。我们在这一堂课要来做一个总复习。我们依据的经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主要是为了修般若，借由写经、读经、闻经，乃至于实践经典的道理，来修炼般若智慧。般若有三：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读《金刚经》是透过文字般若起观照，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是《金刚经》里教我们来修炼般若的入处。修炼了，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照见实相之理，回归到平时的修行。在《六祖坛经》里就谈到这个般若要来修，怎么修呢？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因此我们依据这里的开示来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而修炼般若。金刚经里面谈到般若的性、解、行、证次第之法，所以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可以让我们明心见性。见了性之后呢，随时随地都能够依般若而行。什么叫做般若行？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渝，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可知修般若波罗蜜经之人，不管是凡夫还是佛，都念念不渝。佛陀观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不论你先天的条件、后天的遭遇，只要你愿意修持，你都能够成就般若之行。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呢？不管面对什么人，遇到什么事，拥有什么，你都能够念念不语。六祖大师教我们持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自己啊也是在客栈当中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话，如雷贯耳，让他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因为六祖大师他自己的经历是实践般若，后来的所有的开示句句都在见性，也提醒大众人人皆能见性。我们开的这一系列的课程，就是为了要让大众练习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渝，常行智慧。写经是一种方便，透过书写、受持、读诵，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自己的心，安住在自性当中，
那整部金刚经呢有四个重点，我们用的法本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过于简略，还会加上其他的版本来对照。但是因为大众都习惯用这一部，所以我们就以这一部来做根本的法本。昭明太子为《金刚经》做了32个段落，而且加以注解，加以定位，对每一段都做了一个标题。虽然这是昭明太子他个人的下注，但是也不妨碍借由这个段落，我们可以比较清楚《金刚经》的整个纲领。《金刚经》5300个字，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略明详注生性分，推广详注开解分，究竟详注起修分，决定详注成正分。这里有关键字，就是详和注。依着详跟注这两个字呢，衍生出信、解、修、正的四个段落，所以32分里可以分成四个部分。那我们这一堂课呢，就来认识总结这所有的经文。一开始在《金刚经》善现起请分里，须菩提就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的这一个如来之教开启了序分。这个序呢，就是两个问题，所谓的详跟注这两个字。这个问题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注？云何降伏其心？这两个问题呢，贯穿了整部《金刚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云何应注？云何降伏其心？应注就是你的心要如何安住，安住的是真心。云何降伏其心？降伏的是妄心。谁会关心这两个问题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简单来说，就是行菩萨道，应该如何让自己的心能够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考验，让自己的心可以发挥最大的功能。我们在生活中不外乎就是遇到无法降服之事、无法降服之人，对着镜，自己的心啊起伏不定，没有办法降服。那平时该好好的用心，却又被干扰。这个干扰呢，往往来自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我们有很多的我，所以患得患失，产生无谓的烦恼。不能降服，到底要如何安住呢？所以这部经啊，就谈着这两个问题，从四个
纲领去下手。那我们读了就会慢慢的去厘清这些方法。所以第一呢，略明详注生性分有八分。法会因由分，善现其请分，乃至于到依法出生分，这八分啊，就是讲如何在降伏其心，以及如何因住这两个问题的重点是什么。那接下来呢，到第二个大段落，从一相无相分到能净业障分，这八段就是推广把降伏其心、安住其心来做一个解释推广。那第三呢，就近降住起修分，从就近无我分到福至无比分，有八个段落都在谈如何把这个降伏其心以及安住其心彻底的达到究竟。所以从佛的角度来谈般若之智，前面刚刚开始没办法有信心，先循循善诱，到接下来呢，我们透过了修炼，已经慢慢的安住了自己的心，能够掌握一点点少分的智慧与定力。当然修行要走到底，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发挥到最极致，就要从究竟的角度来观看我们的修炼。那当然到最后呢，就是确定决定降住成正分，你在修正的这个份上，它是没有办法用思维或者是你自己凡夫之见去论断的。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懂金刚经，也认为自己明白如何修心，到最后呢，修了一切善，不执着一切善，你读了这一部经等于没有读这一部经，那这才是最殊胜的境界。到了修正已经是无言无说。所以这四段啊，我们就可以看自己对于金刚经的认识到哪一个程度。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呢可以很简略的把整部金刚经理顺一次，刚刚开始在第一分，从如是我闻佛陀在舍卫国开始说起。佛陀在什么时候讲这一部经呢？是在日常的一个时刻，每天佛陀做什么事，每天时时着衣直播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夫坐而坐。告诉我们金刚经发生在何时何地呢？金刚经的发生是在一切时中一切处所，就在平时最正常不过的生活中，每天穿衣吃饭就是修炼金刚般若经的最佳时机。所以法会因由从哪里而来，就在吃晚饭洗完澡把脚盘腿而坐，坐好了全部都安全了，
自己的心也很安定了，了无挂碍，你就开始好好的听法。接下来呢，须菩提就问了这两个问题。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所以我们法性的人如何能够像佛陀一样呢？要如何应住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如如所说，的确就像你所说的，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针对这两个问题，佛陀要告诉我们，降伏其心的方法呢，是非常简单，就是发愿。如何降伏其心呢？如果你知道你是菩萨，你就能够降伏其心。所以一开始就讲，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可是我们在面对境界的时候啊，第一件事情就要先问你是什么身份来面对这个境界。我如果认为我是被害者，那你肯定无法降服，因为有苦无处诉，你把自己定位为受害者。如果你是复仇者，你也不会想要降服其心，你会想要加强你的痛苦，你要合理化你的烦恼，才能够复仇有明有依有平有聚。如果我们要起烦恼，你一定把自己定位在能够起烦恼的位置，所以降伏其心很简单，就是你把自己定位成大菩萨。诸菩萨摩诃萨如何降伏其心？面对所有的众生，菩萨只有一个想法，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使无众生得灭度者。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就是菩萨，如果菩萨不这么想，他就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凡夫之人不是菩萨，如果你发了菩萨心，你就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好，所以啊，这就是降伏其心的方法，直接把自己给提升。复次须菩提，菩萨要怎么修呢？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布施的时候，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因为这样子的布施效果是最好的。我们如果布施是有目的，的确你会达到你所要的目的。你想要身体健康，你想要富贵，你想要事业顺利，你想要跟他结到一个好缘，这些布施啊都是有相布施，你会得到啊，但是也不过就是得到，他没有办法达到不可思量。得到了就是住相布施升天福，犹如仰见色虚空，你可以升天哦，但是升天了之后呢，你还会掉下来，因为你只是有相的布施，得到的效应只有有限的效应。如果你是菩萨，
菩萨在行菩萨道时，不问我会获得什么，我做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好处，不带有任何目的，只是因为要行菩萨道。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成就无上菩提，为了成佛而做。所以世间哪有懂，世间人他每天汲汲营营，就是人我是非，我能得到什么而为出发点。菩萨的发心不问我相人相，菩萨只问你能不能够发菩提心。所以这一段啊，叫做妙行，这是真正的妙，因为妙德它的结果是不可思议，一般人是没办法理解的。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都不可思量。如果菩萨的心是不执着一个相来布施的话呢，也是不可思量。在第五分，佛陀就问，譬如身体，如来之身是32相之身，还是无法观见之身？你可以描绘佛陀长什么样子吗？佛陀说，我有32相，我是男，我是女，我是印度人，我是地球人，我从他方世界来。你可以说具体的他的长相吗？须菩提呀，他说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要见到佛，你要远离一切颠倒梦想。你不要执着于某一种相、某一种形式，你就能够啊，真正达到如来之境。娑婆世界是我们的心所现，所以只要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好，这个人不好，我不喜欢，那表示真正不喜欢的是你心里的那一个分别，而不是这个人、这件事、这个环境真的如你所说。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们如理的去认识它，如实相之理来认识这个世界，你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提升。能够相信这件事情的人是大福报，是大功德。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只是在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之人，他已经在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是诸众生在经文听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听到菩萨摩诃萨的心，你的心会相应。你看到《金刚经》里面佛陀的所有的言行，你感觉很相应。你喜欢来写经，你觉得心很清净。你读了《金刚经》，觉得心里面好，能够在一字一句当中解脱了某一些烦恼，化开了某一些忧愁，这个都是善根。而且这个善根啊，它不只是一生两生与佛有缘，而是在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不要小看你只是坐在这个地方念这一句《金刚经》，
是诸众生的确是如此不可思议，这叫做正信稀有。我们读了这部经，会契入无为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很多人想要明白经文里的字句，他就要做很多的研究比较，甚至于推敲。事实上呢，金刚经啊很容易懂，回到你自己的心，只要有烦恼，你就发愿以菩萨的心来超越它。只要觉得自己很狭隘，你就把那个狭隘给超越放弃，那慢慢的我们的局限就越来越少，我相就越来越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层次之别。这是非常殊胜的一部经，为什么呢？因为在依法出生分里，佛陀就说啊，能够受持读诵这一部经，乃至于四句偈，你明白那么一句啊，你的功德福报胜过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世间做善事的人很多，但是读经的人很少。所有的成功人士在社会上，他要得到好名声，他就做一点善事，做多做少，或者是对象，不管是什么，他都不如一部经的流通来的殊胜。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佛以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这部经是阐出佛陀的一部经，叫做依法出生。依着这部经可以出生所有的佛，是谁呢？就是你和我。我们在听闻金刚经，我们在受持金刚经，在写着这部经，行着这部经，我们即将成佛。所以这是一段，在第一个段落呢，我们对于这部经就有一个殊胜的信心出现。接下来要推广这个观念，要不断不断的回到正见上。所以从第九分到第十六分就是推广分。佛陀就问须菩提，在所有的修行里面，最基本的圣人叫做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罗汉能够成为罗汉，就是他没有我相。但是如果我有我相，我可以说我是须菩提、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吗？所以这里啊，就从前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四相来观察自己修正的果位。我能够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就表示自己还在我相当中。所以最后呢，实无有法名阿罗汉。我照着这个经文的道理，你就会慢慢的连一个果也不会执着。那甚至于呢，在佛陀的过去修行当中，
他得到了最高的肯定。所有的最高肯定是什么呢？就是你确定可以成佛，乃至于连佛陀最高的荣誉啊，他都能够觉得不以为喜，也不以为甚。所以佛陀以他自己的例子来说，所有的弟子里面，就是佛陀的地位最崇高，佛陀的修证最高明。所以佛陀在燃灯佛所，连在燃灯佛为佛陀受记的那一瞬间，佛陀的心啊，也是无所得。否则我们一般呢，都是在争最后那一刻，我们就是努力汲汲营营，就是在等着被肯定的那一刻，或者是得到最高荣誉的那一刻。这个世界啊，最光荣的那一刻是什么呢？就是得奖。从小到大，我们不外乎就是要得奖、开奖。好，中奖的那一刻似乎是最快乐的那一刻，但是这也是痛苦的开始。有得必有失，我们所有的努力为了这个得啊，失去的有多少你其实不知道。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不只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如果你是用有所得的心，你也很难证到诸果、二果、三果、四果，因为这个规则是错的。我们在世间的所有的得失，建立在错误的规则当中，所以最终得到的是苦。用我相去努力的一切，最终都无法达到真正解脱的目的，反而重增痛苦。所以佛陀说，不只是声闻的修正啊，乃至于连佛陀自己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所以这是一个庄严净土分。好，最后呢，要讲菩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喜心。所以这一句呢，就是六祖大师听到的那一句醍醐灌顶、如雷贯耳的那一句佛陀的真知灼见。接下来佛陀就举例啊，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胜过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于如恒河沙的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子多的七宝啊，这样子的布施是远远不如受持四句偈为人解说。好，所以这是最殊胜的福报。复次，须菩提，虽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你要知道啊，现在我们来写经、读经、学经，甚至于行经，我们现在开始走到哪里都在修行。所以讲虽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这个人是成就世间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所以我们要恭敬我们所写的塔。很多人在写了，一边写
一边嫌，觉得自己写的不够好，觉得自己啊，哎呀，我下一次要写好，把现在的这一章写完了，把它丢掉，焚毁，啊，或者是啊，觉得自己啊很丢脸，啊，写完了，把它丢在一边，啊，事实上啊，我们就是非常尊重自己的每一笔每一画，不要小看这一部经，字体因人而异，但是经的道理啊，是天人阿修罗都在供养的，把这一部经当成是佛在。那更何况呢，我们还把自己的身心都投入在修炼。那不只是这一部经，这一座塔的所在之处，连行经之人都是佛的所在之处。